陛下，此事关系到一条人命，不能轻易处置，请陛下给一道圣旨。住口！当众严查，污蔑太过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不许再提了。荣迟，你也要杀我吗？时辰到了，你就动手吧。荣迟，卑职来迟，请殿下恕罪。好一个情深意重的摄政王啊！来人，给我把棺材盖子掀了！我看你们谁敢！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